草皮上一栋栋刚翻修完的日式建筑，这里是被誉为台版小日本的台东市北町日式宿舍群，不仅保存了老一辈对于日治时期的回忆，更是近年台东的旅游热点。但卫生局近期发现，户外空间经常有民众大喇喇的吸烟，造成其他人陷入二手烟危害，因此宣布自2月1号起，室内外全面禁烟。好，为避免县民及游客不受二手烟危害，自2月1日起，于该场所吸烟，将依法裁处2000到10000元以下的罚锾。设立禁烟告示牌，提醒瘾君子们注意。包含一旁客家学堂在内，共10栋13户的日式建筑群，卫生局全面列为禁烟场所。截至目前，台东全县已有21处无烟环境，45间学校通学步道，以及107家骑楼全面禁烟。就看到没有烟蒂，就。没有人抽烟，很污染。这里又是木质房子，对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可能会把房子烧掉。目前北町日式宿舍群每天都有人力清扫维护，也有监控设备。卫生局呼吁民众遵守相关规定，避免荷包失血，维护台东健康旅游品质。原视新闻，资深台东市采访报道。